最近2023款的大众 Atlas 在北美市场正式发布，而了解这款车的小伙伴都知道，这款车其实就是国内市场的途昂 X， 因为有着密切的关联系，所以对于这款换代版国内的网友还是比较关注。换代后的 Atlas 在整个气场上也有了明显的升级，即便是奥迪 Q7 在它的面前也丝毫不占优势，就是不知道未来国产后会不会仍沿用这样的设计。还是先简单的了解一下这款车。首次看到这款 Atlas 最大的感受就是气派，或许你能理解大众所带来的气场，但与这款车比起来则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感觉了。因为是针对北美市场，所以整部车的设计依旧以大为主，但并不像传统美系车那种粗放式的设计，反而新车变得大而精致。 T 字形的中网配以黑色的装饰条也为新车起到了点缀的效果，前后也都更换成了可点亮 logo， 加上双 C 字形的头灯的加持，整个视觉上的冲击非常强烈。但前包围的设计就比较简单了，感觉上与格栅并不相符，或许这就是 Atlas 的特殊性所在。与那种强大气场的前脸不同，新车的侧面还是比较传统，与国内的途昂 X 几乎保持了一致，前后多层的轮眉与腰线连接成了一体。整个车顶上的溜背式设计其实在这样庞大的身形上已经显露得不太明显，但多少还是能带来所谓的妖娆感。尾部上整个尾灯再度深化，造型上呈现出 T 字形布局，比起前脸它的后包围更复杂，搭配有双边双出的四排气，营造出的视觉感还是相当炸裂。如果说外观多少能给你带来新鲜感的话，那么内饰基本上就是老三样了，不同的是美版的质感比途昂 X 可是要强太多了。整个仪表面板和中控台选择了更高质量的仿皮材料，包括前后的门板也是如此。 Atlas 顶配车型还采用带有菱形缝线图案的航缝真皮座椅，豪华感直逼 BBA。 仪表显示区采用了12英寸悬浮视频以及 10.25 英寸数字仪表盘，无线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也都成为标配。另外美版系列还标配了大众的准 IQ 驾驶辅助技术，包括车道居中、车道保持辅助和自动制动等，整个的科技元素可谓是全面拉满。内置的大七座布局保证了新车的空间感，特别是它的第三排完全不输 MPV 系列。座椅方面也采用了超级大沙发的布局，厚度和宽度上也比国内的途昂 X 更优秀。动力上，美版 Atlas 放弃了六缸引擎，全系换装了 2.0T 涡轮增压引擎，其中它的最大输出功率为269马力，峰值扭矩为370牛米，扭矩略高于以往的两款发动机，转速范围更广，配合 ZF 的 8AT 变速箱，整个燃油经济性方面都有所提高，新车有望在下半年正式国产。